齐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电视机前的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棋白乐。又是新的一周，照例还是要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棋讯、最有趣的话题和最精彩的对局。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周节目导师。本周焦点，首届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开战，中国队43人打进本赛。经典赏析，王源八段继续为您带来围棋古典名著《樊玉要处》总决。凝聚精解，王宇辉七段和陈莹初段为您详解第一届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范廷钰与金志熙的精彩对局。本周首届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在中国棋院拉开了战幕，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呢是中国队有43人打进了前64强。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是中国今年创办的一项新的世界大赛，由国际围棋联盟和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贵州百灵企业集团独家冠名赞助，冠军奖金为人民币180万元，亚军60万元。本次公开赛参赛人数高达365人，创下了世界大赛参赛人数的新纪录。经过3轮预赛，在最终进入本赛的64强的棋手中，中国队多达43人，韩国队16人，日本队4人，中华台北1人。中国等级分排在第一的谭笑武段在预赛第二轮意外败在金国小将宋荣惠手下，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年近50的老将芮乃伟9段连斩袁胜珍、丁伟和金正善，成功杀入本赛，令人肃然起敬。预赛中最强的对话在中国的范廷钰3段和韩国金志熙7段之间展开，结果中国围甲联赛的最佳主将名不虚传，中盘击败对手。在稍后的名局精解栏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这场强强对话的详细解说。除了百灵杯之外，本周呢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赛事，这就是第11届玉溪杯西南王棋赛。结果呢，在这项比赛中是朴文瑶9段成功的第一次问鼎。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为我们继续带来围棋古典名著《樊玉要处总决》。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各位记者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今天又一起来鉴赏诗乡下的《樊玉要处总决》。今天要介绍的一句呢叫两番收府陈友晓，那么他后边的注释呢我也给大家一起念一下。两番收府陈友晓，注：辟赋于街，岂能空战，多得边屋，蓄路自广，陈破皆属单子而小。那么这个说明挺有意思的啊。诗乡下在这个注释当中啊，他就说啊，这个中府啊，围棋盘的中府啊，就像是街道一样，你想去把这个街道全部占了，这个左邻右舍这么多，怎么可能呢？他说，所以呢，他的建议就是最好啊，你自己在这个在路边啊多买一些房子啊，那么这样呢，你的蓄路自广，你对于这个街道中间的这个发言权，当然自然就增加了。这个道理呢用在我们围棋盘上呢其实是挺生动的。不过呢我还是想先请大家看一下棋盘。请大家看棋盘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鉴赏学习诗乡下的樊玉要处总决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脱离了这么一个气象。这个气象就是坐子棋的气象。我们知道坐子棋它是黑白双方各先放4个棋子。在这样的格局当中，在这样的续盘气象当中，我们发现呢，由于黑棋是把白棋的势力啊是割裂开来了，与此同时白棋也把黑棋割裂开来了。既然都是彼此割裂开来的这样一种格局啊，要做大模样，要在中府做大控，本来它就是先天不足的。和什么相比呢？如果我们换一个棋子和这个棋形相比，就发现结论很清楚。这样的话呢，黑棋经营这边以及到中府是有可能的，而且呢它棋子之间有联系。同样的白棋也是这样，但是在坐子棋的条件下呢，它没有这些条件。
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以当时中国古代的这个坐子棋为条件来思考他这些这个棋圣啊，我们的先人啊，他们总结的一些非常过经过脉的经验啊，来理解才会有趣。这个两番收府成有小，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先人也说过一句话，叫“高者在府”。下围棋啊，水平高的人是中府水平高的人。换句话说吧，在中府水平高的人才是围棋水平真正高的人。那么这两种说法有没有矛盾呢？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诗乡下只不过是说，你在中府要去成控的话，两番收府啊，成有小啊，你做起来也小。他这个是符合当时坐子棋的条件的，但是他并没有说中府不应该争夺啊。那么我们说的高者在府呢，实际上它背后写意的空间很大，就是说不一定是在中府要做控，谁在中府能够做控他才是高手，不是这样的，而是对中府价值的挖掘啊，中府功能的运用，这方面操作水平高的人，境界高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去理解他就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还是要给大家摆一盘棋，这盘棋呢是历史名局，由它呢我们来理解一下，多多少少理解一下，叫做两番收府成有小。这盘棋呢就是著名的吴清源大师他年轻时候和日本的本因坊秀哉名人下的一盘棋。这盘棋呢当时年轻的吴清源只有19岁啊，是1933年下到1934年，这个吴清源只有19岁，他段位也只有5段。那么他当时是在和所有的年轻高手们这个争夺这个选拔，要和秀哉名人下一盘棋不容易啊。那么选拔之后脱颖而出下了一盘棋，就是这盘棋。这盘棋呢我们的棋友耳熟能详啊，就是著名的三三星位和天元的这么一盘棋啊。我们回过头再来回顾一下，黑棋是吴清源大师，白棋呢当然是本因坊秀哉名人，他是日本当时棋界的绝对权威。那么黑棋得到这个机会，年轻的吴清源先生是下成了这样，白棋是两个小目，这是当时典型的日本流。当这个布局下在盘上的时候，当时日本报纸对这盘棋都是连篇累牍的报道了，每天报道几招棋。他对局的年这个时候呢，是从1933年的10月11号一直下到1934年的1月29号，下了3-4个月。那么当这几招摆在盘上的时候，当时简直在日本棋界和日本社会引起了轰动，因为下围棋没有这么下的，而且呢你和本因坊秀哉名人下棋，你第一招棋下在三三这个位置上，当时据说这个三三是本因坊这个家族啊，他与其说是一个家族，不如说是一种这个学术的门派，只不过他是最大的一个门派，就说你下三三是对他们的一种挑衅，极大的不尊重啊，当时有很多这样的议论啊。好，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下天元这招棋呢在中国古棋当中已经有过了，就是在清代的时候下过，那么当时另外一位我们中国的棋圣级的高手叫徐新友，他在评一个坐子棋的时候，我这个随便把棋子挪一下啊，当时是这样，白棋这个两位高手下了就已经下了这个东西了，当时徐新友对这招棋有一个评价，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叫做这个叫太极图，当时啊下天元叫太极图，因为这个画面太像一个太极图的样子了，所以叫太极图。这个布局他叫太极图棋手，这个务虚生而无实际，就是太极图啊，棋手太虚了，棋手务虚生而无实际，不足取也，就是不足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布局。这个是徐新友过去说过，现在我把话题拉回来，看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好，这个吴清源大师下了这个新三三天元，下边一招棋，白棋呢本因坊秀哉去尖冲三三，那么黑棋当然是照着普通的三三定式下。再重复一下，下这盘棋的时候吴清源大师只有19岁。好，下成这样之后，白棋下一招稳稳当当，是本因坊秀哉守一只脚不着急，黑棋当然高举高打就到这儿来了，下边一招棋，白棋猜猜边走这儿，黑棋下一招棋，这不是吗，叫做两番收府成有小啊。那么这一块收起来是不是会很小啊，对于这个樊玉要出总决，当时年轻年幼的吴清源先生那是耳熟能详，倒背如流的。那么
可见啊，当时年轻的吴清源大师啊，他确实这个精神是非常可嘉的。敢于创新，敢于挑战，而且呢无拘无束，所以后来他老人家才能成为大师啊。行，我们现在来看，后来呢吴清源先生啊，他对于这盘著名的历史名局他有个总结，他就说啊，这招棋啊，哎呀好是好啊，但是如果是现在来下呢，他说恐怕要这样下，先飞起来，要从这一带啊，如果是全部给他吞了，这个白棋受不了。他说要是这样来下呢，这个吴大师说啊，如果这样下的话才能够充分发挥天元一个棋子的作用，换句话说，天元并不是拿来为控的，而是有可能的话用以作战啊。这个两番收府成有小啊，高者在府，就是运用天元的这个力量。但这个图呢请大家看一看，我觉得挺好的，后来吴清源大师他自己这个总结很好，但是我们仍然要看这个两番收府成有小啊。黑棋这个图形非常漂亮，本因坊秀哉名人呢是这个右手的一只脚，那么黑棋下一招飞阵，然后白棋呢稳稳当当的连回来，就是看你怎么围。黑棋呢一砖一瓦的继续强化它，尖顶呢退起来，然后白棋下一招这个循序渐进，步步为营。黑棋下一招这个叫做两番收府成有小啊。那会儿年轻的吴清源大师下这样的棋的时候，当时日本棋手没人这么下过，对。不过总的来说吧，现在回看呢，这个地方还是稍微有点虚。白棋下一招进来，那么黑棋阵头，这个容易理解。然后白棋下一步再点，黑棋再尖。这会儿呢，堂堂的本因坊秀哉，结果呢也是面临一个全新的局面，他失去了非常好的控制。他下一招棋点三三，这招棋呢后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从1934年到现在那么多高手的研究呢，还有吴清源大师他自己的研究呢，说这招棋呢进角太早了。这个白棋呢最好的下法是在右上角拐头，这样呢黑棋这个规模固然很大，但是下一招棋它很难进一步扩张。简单说来就是，如果你要主度，那么它就进三三，如果你要在左下角把角控制好，那么白棋就把这个搬过。所以这一带呢白棋已经处理得不错了，但是后来实战呢是白棋很着急进去了，那么被黑棋把这招棋飞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三三新天元这个布局啊，下到现在为止居然是黑棋显得非常的生动。后来几招棋简单给大家摆一摆，白棋从右边必须要拆过来，黑棋再把它紧紧的逼住。这会儿我们发现呢，从战略上来看，这三个棋子由于它要生根的话，不会是非常有尊严的生根，像这样不行，这个是很俗的很亏的。那么如果说它不能够很好的生存，黑棋威胁着它逐渐进入中府的时候啊，这个中府的故事就不是两番收府成有小，后来这块棋也没有成很大。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后来是白棋利用这样的点是先手，然后这儿一拖断，边上也可以把黑棋的空挤压好多。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两番收府成有小这个是没错，问题是虽然两番收府成有小，在这盘棋下到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19岁的吴清源先生呢是这个要成空成不了多少，但是现在这个格局，接着我们刚才那个话题说，由于右上角白棋三个子比较弱，所以中府已经变成了高者在府的一种显示。后来呢黑棋攻逼着白棋这几个子呢，很快黑棋就形成了主动的局面。好的，关于这个世纪名局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主要是为了呼应一句半话。这一句话就是诗向下说的两番收府成有小，还有半句话是什么呢，就是高者在府。希望我们的棋友通过今天这个对诗向下这个说法的学习呢，我们以后这个棋力啊，在对于中府的运用上有更好的更这个深刻的认识。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到这儿，谢谢你。好，感谢王源八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接下来呢，还是要请上王玉辉七段和陈莹初段，他们将为我们详解的是首届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范廷钰三段和金志熙七段的精彩对局。广告之后继续收看。那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届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预选赛的最后一轮，是由我们中国的范廷钰三段对阵韩国的金志熙七段。
那这二位棋手呢，就我看来实力都非常强，可以算得上是90后的这个中韩青年棋手的代表啊。金智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棋迷应该对他还是比较熟悉了，他最近的这个出镜率呢和成绩都非常的好。前不久在农心杯的这个比赛上呢还获得了4连胜啊，当然最后呢那届农心杯我们中国队的结局是非常的完美，谢赫以1-3获得全胜。但是金智熙中间连赢我们4位棋手，其中他第4盘战胜的对手还是古力九段，我觉得这个确实金智熙的实力也很强。对他的对手，我觉得范廷钰呢，现在可以算是我们中国的希望之星之一。是，他是去年呢金立手机杯围甲联赛的最佳主将受哇，真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主将上本来想赢一盘棋就不容易，他这个能够获得最佳主将，就说明他是所有主将的这个担任主将的人里呢胜率最高的一位棋手。对，这个很了不起。而且呢，他还获得了去年的全国智运会的男子慢棋组的冠军，这也是一个应该说是分量十足的一块金牌啊。对，而且呢最近这个范廷钰啊是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同时呢他还是一位特别有个性的棋手。我记得之前呢给大家介绍过，他就是在围甲联赛中啊，他不是说这个每一场他都要求上的，他是根据自己的状态来选择。比如说教练说你今天怎么样啊，就是这轮比赛你准备上吗，他有可能说虽然他上一轮赢了，他这轮有可能说我想休息一下，因为我发现最近输的棋有点多或者状态不好。反正就是我觉得是挺有个性的一个棋手。这一点呢我加一点补充啊，就是陈莹刚才说的是一个很少见的现象，其实因为对任何一个职业棋手来说，因为我本身是10几年的这个围甲联赛是全部坚持下来的啊，我的体验呢就是下这样的比赛对每一个棋手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登台的场合，没有人，几乎没有人会主动要求说不上，就是哪怕自己真的连输了几盘棋，下一盘棋还是想上的。对，不上，陈阳也说过一句话，陈阳也说不上等于输啊，不上嘛就等于是这盘棋就没下，没下嘛就等于输啊。所以说像刚才陈阳所提到的范廷钰这样比较有个性的棋手，这个确实还是很少见的，很少见。但是下棋呢它是这样，下棋它应该说是归于艺术的范畴里，往往真正到最后拿到出类拔萃的这种成绩，能够登上顶峰的人啊都会有强烈的个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对，我觉得没有个性的棋手一定不是一个优秀的棋手。是，那这盘棋呢说实话也是比较受人关注的一盘棋啊。对，是这个在24对中韩对抗中的分量可以算是最重的一场比赛。最终呢其实我们中韩对抗啊大家也都知道是15-9大胜韩国啊。是，我们应该说在新生代的这么一个对抗中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今天早上我还听这个中国之声的新闻呢提到了这个百灵杯的这个赛况，确实韩国媒体呢对于这一次，因为他们一共来了87个棋手，最后真正从预选赛上这个出战的出现的也就13个，这个概率还是非常低的。对，而且很多世界冠军都输给了我们的年轻棋手，像这个江东润获得过富士通杯的冠军，是一位很有实力的年轻棋手，他输给了柯洁，是我要没记错的话可能是97年出生的一位棋手，非常的年轻啊。就是像类似于这样我们年轻人爆冷门的这个例子很多，非常多。许英浩输给了边志文，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边志文是谁。是跟我一个时代的，早就退居2线或者3线的这么一个棋手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厚度还是很强的，通过这次比赛，就是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公开赛嘛，所有人都能参与的一个比赛，证明我们的厚度是非常的强。是，而且呢最终呢这个预选赛完了之后啊是晋级了50个本赛名额，刚才您讲了这韩国是13个，日本呢仅有一名棋手突破重围，所以剩下的呢是都是中国棋手。好，我们来看棋。好，聊了半天我们来看棋，这盘棋是范廷钰的白棋，是金智熙。行，金智熙看来还是喜欢下中国流，拿黑棋的时候啊，最近几盘棋也都下的是中国流。现在喜欢中国中国流的棋手特别多。还是好掌握，可能大家下熟了，下熟了以后呢这一段时间的研究的主方向就在这儿，相关的变化呢可能也都比较熟练，这样的话在对局的时候啊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啊。对，而且看到中国流呢，那我们其实最
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陈老。是这个中国游的历史呢，确实应该说是从陈老那个时代开始创立的啊。陈笃德老师呢，第一次在正式的比赛中是1964年下出了这中日对抗赛中下出了这个中国游的布局，从此以后呢就流行于中日棋坛。那时候中韩的交流很少啊，几乎没有，主要是中日的交流中，那中国棋手大量采用这样的布局，所以就叫中国游了。过去这么多年还一直在被人所使用，足以证明这个布局的这个魅力啊，确实是很强大的。对，现在这个中国流呢是被全世界的棋手所采用。这次北百灵杯呢，其实还涉及了一些欧美国家的一些棋手也了、也来参赛了。他们来参加预选了吗？参加预选了，因为我在棋院看棋的时候看见一些那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哎呀，这个可能那天我也在下棋，我还真没注意啊。这个确实是一道风景，一道风景。因为这几年经常去欧洲去参加这个所谓的欧洲围棋大会，看到很多欧美的棋友们呢也是对围棋特别的喜爱，包括特别的热诚，但是他们来参加这种职业性质的比赛呢，我还真没想到。看来这个围棋向全世界的推广呢已经还是做出一些成效了。对，现在就是像公开赛啊，其实他们就会有邀请他们欧美国家会有一些参赛的一些名额，不像是就是我们之前举办的一些像富士通啊、春兰杯这些，其实都是有规定的棋手，就没有这个海选嘛。是，所以说公开赛好。公开赛呢，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六十四强里，我们占了40多个，这个非常了不起。而且呢，也给了很多年轻棋手以参加世界比赛的机会。我想如果不是这个公开赛啊，要是都是像富士通杯、春兰杯那样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每个国家只能派几个人，他们年轻棋手很难得到这样一个大赛的机会。有的人一生可能都不一定能够迈上世界比赛的舞台。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在90年代中后期韩国棋手他们成绩非常的好啊，少年棋手一波一波的接着出来，好像把我们都压制了，其实跟那个时代韩国人办了好多世界比赛真的有关系。像三星杯、LG 杯，包括那时候的农心杯啊什么的，他们韩国棋手因为这个是自己主办的比赛嘛，自己的名额就多，他们就出来接受锻炼的机会也就多，慢慢的成绩自然也就提高了。现在我们也追上来了。对，所以说我就看到啊，在中国棋院的这个2楼大厅、6楼大厅，然后还有3楼呢，分别呢就是把这些棋手放到这里面一块比赛。我好久没看见棋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盛况，这么热闹。对，我觉得特别高兴。对，下一届的时候你也要参加，你也要参加。对，这一届你有事儿，你太忙了，下次你也参加。我去学习。这个棋稍微少见一点，在中国流的开局里呢稍微少见一点。一般来说白棋都愿意从这边行棋啊，当然刚才陈英已经强调过了，范廷钰他非常有个性。我们以前所讲的那些什么理论啊，就是为什么白棋从底下走比从上面走好啊，我们讲过很多遍，今天不重复。但是我们讲的那些理论呢，就是说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理论，并不是绝对的一个规则。绝大多数人会遵从这么一个选择，那是因为他们可能也没有说过多的考虑下这边到底行不行。范廷钰今天就这么下，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啊。对，现在其实面对啊这样一个小目两翼张开的形状，我们第一感呢肯定是挂角。是，挂角大概黑棋就飞啊，正常然后再拖。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选择。对，这个定式也是在中国流的布局中非常常见的定式之一。是，然后再跳出来冲，挡住，然后刺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拖二路。这个定式我相信稍具实力的棋友们应该 都背得下来，对，都不会错过。再粘上，粘上，这个白黑棋也可能接差不多。现在其实主要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实控。一般来说黑棋这个子放在这儿的时候多一点，这儿的话呢，这边其实也有打入，也有打入。那放在这儿的话呢，这儿也有打入。这两点到底放在哪里好，确实难说，这个很难以判断。放在这儿的话，黑棋以后补起来可能好补一点，跳在这里补可以啊。走在这儿的话补，大概要想补成空，只能走在这儿。走在这儿稍差一点，稍差一点。当然他现在也不会补了，他肯定会去
站大场去挂角啊。如果这么下的话呢，就是非常常见普通的一盘棋，没有什么太多值得评论的地方、啊、反正大家都这么下。但是这样下，赵晨英所讲的这个个性两个词呢可能就用不上了啊，谈不上，就是就非常普通的下法。对对 对，大家好像都这么下，那就是好像就机械性的、大家就会这么下。当然这么下不见得不好。就是实战范廷钰没有选择这个，走了一些比较有趋向性的新手，也不见得就好。我们只是说从个性的这个角度来衡量，他是一位有个性的棋手，所以他不愿意选择这种平庸的图。但是实战中，对，但是实战中他下的这个图是不是好呢？还真的有待商榷。我们看看他实战怎么下。他没有选择从中心点进入，而是在这边打入。对，这手棋呢，应该说是把它归到这个去向和出奇招的这么一个范畴里。就我个人来看呢，肯定谈不上好棋。肯定是谈不上好棋。实战黑棋的这个飞呢，这个应对是对的，也不给他插眼的机会，但是也不用逼得那么紧，你逼得那么紧，他跳起来以后呢，对这边黑棋的发展啊没有什么好处。哎，黑棋就走这个，不让他插眼的同时呢，还顺便照顾一下这边的这个形势，这个下法是对的，很好，很好。这个时候白棋的下一手其实是有点为难的，白棋不好下的。想让人家跳一个，是他顺势刺一下。白棋如果跳，这刺一下刺的白棋很难过。那如果粘上，他在这边再补一个。对，这样下的话呢，白棋这三个子显得很沉重，没有眼，底下肯定是做不活了。大概只有往上走，比如说尖一下，黑棋飞，白棋跳，黑棋也跟着跳一个。那这样的话，那白棋是一个人在逃跑，对，黑棋这边也出头了，这边也照顾了。是，如果下成这样的话，显然是白棋非常不满意的一个图啊，一个人在逃跑。对别人没有什么威胁，所以说这个打入呢也确实就是一个去向，因为这个打入完了以后往上跳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变化，他如果常见的变化不满意，他就要进一步的去走那些追求去向的棋，而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往往是蕴藏着很大的风险，你不按常规的套路出牌，你想走奇招走怪招，那这个过程中真的是有风险的啊，因为新手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对，我们来看实战究竟下成什么样。范廷钰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盘棋里啊，这盘棋谁赢了谁就进本赛了，应该说还是很关键的一盘棋，他在这样的一种大比赛里呢，他敢于下这种棋本身是值得钦佩的，但是就实际的棋的内容上来说呢，我是不赞成，我觉得他这几手棋并不好啊。我们看看白棋的实战飞这个，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其实只此一手，我觉得谁也没有心情去这么去贴去帮人家出头，肯定是刚才我们讲过，刚才我们讲过了，跳的不满，跳不满被刺一下很重啊，这个不好，所以呢从这个理论基础上呢，他现在下这个飞不奇怪，这个就以我们的眼光来看，他下出这个飞一点都不奇怪。当然陈英说这个冲断也是黑棋必然的一手棋，黑棋不可能从后面跟着贴、对，冲断，对，冲断以后，这时候常用手军，常用手军，我们停个几秒钟，相信棋友们已经想到了。对，顺便我再提醒大家，想想二尖高加的定式。小目二尖高加的定式啊。对。这时候我们也揭晓谜底，靠这个呢，是在像类似这样的局部的这个常用手军。如果要是这么俗打推出去，那就下得很臭了，那就。对，很俗，这个叫倒推车。靠这个局部是好棋。但是实际上呢，虽然下出这个局部的好棋啊，整体的战况来说啊，如果黑棋下对了，白棋还是不好，白棋还是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先看一下黑棋实战怎么下的啊，黑棋实战下的是非常的奇怪的俗手，对，让人想不到的俗。一般呢，如果按照二尖高加，又还是说到小目二尖高加的定式，那是长这个，是长这个，是。其实现在就单长这个也比他实战好的多得多。但现在长可能白棋搬一下他可能不舒服。还以为他要长出来我就立一下。长你可以都可以搬在这儿了，很不好啊。搬这样你大概退他再长出去。这样的话呢黑棋可能确实不太满意，因为这个子还没有吃掉。这个子可能白棋等会儿跑出来还挺厉害。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白棋倒没什么不满，白棋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啊黑棋还有更严厉的招法。我们先看他实战啊，我们先看他一下实战。实战黑棋这个长啊是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部大俗手。我说句实在话，我真的难以理解为什么像金志熙这个实力啊，刚才我们也吹嘘过他了，他是挺强的一个棋手，他这么强的人为什么会下出这么臭的一步棋，这个真是让我非常纳闷的一件事儿，怎么也琢磨不透。对，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白棋来讲呢，是没有选择必然的一手。是啊，那这时候其实这个子还真的不如在这儿呢，他长在这儿，然后黑棋再搬这个，哇，这个是组合拳的大俗手，组合性的大俗手。现在再回过头来把这个吃这个吃掉，嗯，吃这个以后其实人家还有引征，这边头也是软的，然后白棋再拐，再拐，再顺势从这儿飞下去，这整体作战黑棋就失败了。下成这样，这是一个黑棋明显的一个失败的图，真是琢磨不透为什么金志熙会选择这样的棋的下法。这个、长一个就被搬一下，对这个、这个手法确实有点无法忍受，无法忍受，很难想象一位职业棋手会这么去选择。这个长完了搬呢，说句实在话，我在家里做准备功课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想想，我前两天跟一位业余棋友下棋。我让他四个子，让对、哦、他下出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棋、哦、那我觉得咱们让四个子大概也业余四段左右的实力哈、嗯、那这个棋实际上长完了扳撑死了也就业余四段的棋，嗯，真的这个无法忍受，确实无法想象职业棋手会这么下棋、嗯，幸亏金志熙听不懂中文、啊、这也没关系，不然的话被您这么讲费气死了。他实力确实很强、嗯、但是这个局部下这两步棋也就业余四段，这棋应该下哪儿呢？我相信金志熙回家以后好好琢磨琢磨，他马上就能琢磨出来。嗯，这棋当然应该长啊，长这个，长这个，长这个黑棋，白棋打这个，对，这个白棋是非常难下的。然后再冲出来，嗯，这个好像也是教科书的，也是教科书手筋。对，但是这个局部呢，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白棋是很损的。这时候你再扳一下，这时候也不用扳，扳还被他扳，就单长就行。下一手再扳。这个局部白棋这两个子基本上已经动不了了，还是非常损的。黑棋这个头始终藏在前面，你现在白棋就算搬，黑棋顶一下你还得立，你还得立，以后这个局部还是没活，黑棋就跟着飞，或者就在这守一个也行，这样的这个空也守住了，这边的后势也是黑棋的，比他实战不知道好多少。嗯，实战后来这虽然吃了，外面还有引征，然后人家一手棋飞到这儿，这边的空也没有了，底下呢看上去好像黑棋得了点小便宜，但实际上都没有目，没有收获。这黑棋只要简单的长，白棋只有这么下，白棋不可能胡打出去，那个胡打出去就形成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图了、嗯、对，俗手了，就俗手了、白棋只有这么下，黑棋也就跟着这么顺势长出去就可以左右兼顾，白棋等会儿还得自己花一手棋做活，这个图不知道比他实战图强多少，就明显的、明显的为什么他不这么下而选择实战那个图，我很难理解，那就是当面问他，我估计他自己也说不出来，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错误啊，很不可思议的一个错误。没准被范廷钰的这个气势啊、给压倒了、他可能脑子里就没想过这个长，他脑子里就没这个概念，因为他如果有这个概念，他一想到这个长一比较很容易比较出来的。嗯，这是也可能是陈莹说的啊，就是被范廷钰的这种出乎意料的这种新手啊给镇住了，脑子有点发懵，因为这个长真的不是围棋，这个长用你老的话来说真的不是围棋，这长从人家冲出来，这个是明显可能说业余四段都有点夸了，嗯，然后再搬这个完全是帮忙帮到家了，就下棋没有这么帮忙了。对，嗯，后面还有更臭的，后面还有业余三段的棋，这个棋实战这步飞也就是业余三段的棋，这个不可思议，也是当然应该走在外面，这手棋你现在在攻白棋吗？不，这个棋是在做活的态度，明显的是黑棋走在外面的话呢要攻白棋啊要好得多，因为我们看啊，白棋就算走两下没关系，走两下你就算立它就算挡住，黑棋这个角肯定是活的，而且是有实木棋的活的，而实战黑棋走在这儿的话呢，挡再回贴，这是他实战的下法，虽然也是活了，但也就多了几木棋，那你现在是在黑棋是在攻白棋，那肯定要走在外面，你走在里面那就不叫攻击了嘛，啊、嗯，那这个飞也是特别神奇的一手棋，这个总应该走在这儿的，走在这儿的话，这个白棋其实还是相当困苦的，嗯，啊，我们看，如果你要是白棋在这个局部肯定是做不活的，就算你先手飞到一下，挡你这个力其实都不一定立得着的，你还是要往外拱，往外拱，黑棋外面压两下，这边可以有很大的收获，对，然后顺势再把这个就是有可能被引征的子呢提掉。
这个黑棋的攻击还是有所成效的啊，要比他实战的这个结果呢好特别多，不是好一点点。实战的这两手棋下完呢，好像有点帮忙，是吧？帮着白棋整形，是一下就攻不着了。当白棋跳到这儿的时候，黑棋后面要想继续再对白棋进行攻击啊，那就是难上加难的事儿了。嗯，他实战震这个，对，他其实还是想补这边的一个打入。嗯，然后白棋这地方范廷钰使出强手，搬虎。搬虎，这个黑棋要想继续对白棋进行攻击呢，打吃是必须要打吃的。对，因为这步打被人家先手这一搬粘，就先手一个眼了。对，然后这时候范廷钰这个靠好棋，在制孤的时候呢，还不忘以这种手心啊给黑棋一些打击。这个范廷钰的战斗力呢，确实是非常强的。嗯，推这个，哎，这个时候黑棋呢很难选择下一手。本来正常来说，要是想下的柔软一点啊，退一个算了。黑棋可以考虑退一个，但退担心被人家夹一下是吧？这个被夹一下太痛苦了，被夹一下呢，这个冲是冲不进来的，冲被人家一断，这个局部就死掉了，只有虎，然后白棋打吃，那这个局部基本上就已经活了。你再粘白棋，就算做眼也是活的，而且外面还有出路，底下还有眼，这等于就被白棋活得太轻松了啊，太轻松了。啊，黑棋还不肯被他这样先手夹一下打一下，是，所以黑棋实战粘。黑棋这个粘呢是强硬的一手棋，但是也稍显有点过分了。白棋实战这个长之后呢，在这个局部，总之黑棋有点困难了。那黑棋现在好像本手是不是还是要跳回去？要跳，要跳的话呢，本身白棋就算什么都不下拐回来啊，这个局部的眼位也已经足够了。嗯，以后白棋可以冲一下再虎再断，这个地方的味道呢，黑棋是非常的坏。嗯，白棋甚至于直接跳过来，我看黑棋也挺难硬的。黑棋这个局部也是跑可能能跑，但是想攻白棋也不太容易了。嗯，对，毕竟我觉得这边其实还是个软头嘛。黑棋现在它比较凶，哎，它还不是说单纯的想自己连回去这么一个问题，它是想破白棋的眼来进攻白棋。对，它冲这个呢也多少是有点过分，但是这种过分呢确实是金志熙的棋风，哎，金志熙是非常好战的棋风。他让他自己去在进攻的时候让他自己去回去防守呢，他肯定是不愿意的。嗯，但是说实话，由于黑棋前面下了几步坏棋啊，这棋已经攻不着了。嗯，而金志熙可能就是这个油门加得太快，这个刹车还没有踩下来。脑子里的这个思维的惯性呢还是很强，他觉得现在还是自己是进攻方。但实际上这个冲呢，白棋实战这个靠进行反击，这时候黑棋已经有点难下了。但是其实啊，如果这个冲啊，如果白棋不反击，只是在这边去防守的话，嗯，白棋还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点。啊，是是，这个我还忘了说了。现在白棋也确实得以攻为守。白棋现在要是说单纯想把这几个救回来，比如说走一下，走一下，那人家再防守回来，那这差太多了。嗯，你现在白棋吃不掉这两个棋筋的话，自己整块棋的眼位就一点都没有了，非常的危险。这样下非常的危险。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白棋来讲也是考验。嗯，如果对，如果这个时候您这一心软，但对方呢就，嗯，就这个就变成好棋了。是，是，我们来看这地方范廷钰下的呢，确实还是很精彩。这个靠本身也是局部的手筋，如果想在这个地方给黑棋制造点麻烦啊，也就是这个靠了。嗯，你飞这个不行，飞这个人家靠断了，尖一个人家拖过了，也就是这个飞。这个飞让黑棋呢能这个靠啊能让它硬起来比较困难一点。黑棋搬，嗯，黑棋其实从下面搬也是连不上的。对，下面搬它反搬，你再打吃的时候它冲吃就行了啊。你要是只能从底下度过呢，确实忍耐的就太多了，太辛苦了。嗯，他实战先吃这个，先吃，吃完了先接一下，把白棋的形状走走坏，而且这边呢给自己留下一条回来的路。同时让对方也不能一手棋夹死这两个子。嗯，这个白棋只有他。啊，这个不是先搬了和拐一个交换的吗？嗯，然后这样拐回去。嗯，再拐。这时候黑棋挺想，白棋挺想往下虎的。白棋还是挺想往下虎的。再往下虎，这个，可能范廷钰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他可能觉得这地方没有什么必要的。嗯，如果虎的话，可能黑棋最强的应手是拐这个。因为后来实战范廷钰所选择的那个图呢，就是还是比较稳健，他已经很满意了。对，现在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这个出头起来可能确实有点困难。
如果真这么下，搬黑棋就算虎这个，如果黑棋白棋再补，黑棋再把这个补回来，这样白棋这块棋可能会有点苦，可能会有点苦，所以他实战当黑棋拐的时候，他跳家，跳家这两个子已经跑不了了，这两个子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跑不了了，然后黑棋吃。那这样的话，双方就和平解决了。对，黑棋把这个吃掉，应该说黑棋在这个局部收获也还是挺大的，这一条边连边带角加起来有50多目棋了。那白棋。想当初其实如果被黑棋攻的话呢，也挺难受的。现在自己走后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打入也算成功。总的来说，这个地方呢，真的算是和平解决，算是和平解决。就是黑棋呢稍微亏一点，因为黑棋一开始呢，他是想整体攻白棋的，他并不是说期待这么快就把这个主动权啊转换成实在的目数。现在黑棋虽然获得了50目棋，但是外面白棋太厚了。然后白棋还有好多个棋子都空着还没使呢，对，然后这边应该是还有一手棋，对，因为这有个引有引证的关系。我们可以这么判断啊，黑棋这个50目加这个如果有10目价值呢，黑棋全盘就是60目棋，白棋这个地方呢大概也有6-7目价值，外面呢这手棋不算，1、2、3、4、5，再加上外面有一个先手，这6手棋我们以如果说以1手棋是7.5目的价值来算啊，6手棋差不多还有45目，45目加这个50多目，这时候全局来看呢还是差不多，没有哪一方显示出明显的这么一个优势啊。但整体来说呢，白棋在这个局部能下后，能够顺利的逃脱这个黑棋的进攻，应该说战略上还是成功的。黑棋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主动权的这个效益给最大化给展现出来啊。那现在呢，轮到白棋先手。白棋守个角，守飞啊，小飞守角，应该说还是白棋，感觉能守到这个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好一点点，然后黑棋在这露一个，一，对，那这个为什么先在这交换一个，然后再跑这边补一个？也这两手有必然性吗？也没什么必然性，其实，不过很多棋手确实都这么下过，他当然这直接补也是可以的，直接补也是可以的。那这两个为什么要交换一下？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心情了，他可能不愿意让白棋下成这样，就是一手棋守角守得特别好，但是说实话白棋也不太会去守这个角，白棋可能还是会从这边走棋。现在关键的问题倒不是探讨这个，关键是这手棋是坏棋，这手棋是坏棋，这手棋呢大家肯定都看到了，他的意思呢是补引征，就如果没有这个手棋呢，比如说黑棋这边直接走也不好下，外面人家什么走一下呢，你就还得防着这边的这个征子，始终要跑出来，这一跑出来好像对于黑棋这一块是灾难性的损失，这跑太严厉了，所以他要补，他提前补呢这是有一手棋价值的，但是问题是这个补法太有问题，不能这么补棋，他这手棋呢两个选择都可以，一种呢就是老老实实的补，跳在这儿稳健一点，不给对手以任何借用，这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干脆就真的先不补一手棋，比如说走在这里，走在尖冲这里，通过战斗呢争取直接就把这个补住，或者说让这个征子在无形中啊就消除了，或者以后你走就都不严厉了，这是一种可能，那这种比较极端一点，这种比较极端一点，普通的话呢大多数人下可能就是走这个，走这个以后也不用尖冲，直接逼在这儿就行了，抢控可以抢得更凶狠一点。那这样补和这样补的区别在哪儿呢？其实我觉得好像补在这儿白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借用啊，马上我们就看出区别来了，甚至于说这手棋才是真正决定黑棋局面落入被动的这么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这是一部大恶手，这个恶的究竟恶在什么地方，有多大程度的不好啊，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来。实际上范廷钰这个小飞好棋，这个小飞一开始说实话我都没看明白这小飞什么意思，你觉得这个步子迈得太慢了，正常的话总应该走在这儿啊，是啊，这手棋难道不是所有棋手的第一感吗？就是我在电脑上看棋谱的时候我觉得挺难理解的，但后来马上就看明白了啊，因为它有连贯的、有连贯的手段，然后也能体现出这手棋为什么是恶手。不过现在呢我想大家一定还没看懂，如果没看过这盘棋的话那就会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那大家先想一想，我们先来看一下接下来黑棋在上面是怎么定型，一起想尖，对，这个地方总要回过头去下棋的。
如果这个脱先这个角上的子就被吃掉，黑棋还是亏的。嗯，然后白棋掉一下，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发现的好棋。这掉的黑棋确实非常的难过。通常觉得黑棋都已经这么多子了，好像白棋的进攻是没有效果的。嗯，是黑棋这时候啊，很难一手棋防住这个跑出和这个靠下。就是你不管走什么，白棋基本上都有一个手段。你要是防住的唯一手段，可能就是这个。但这个时候棋呢，确实又太难过了。但白棋如果在这边下，可能始终还是要、有问题。始终还是有问题。白棋就算从这儿靠出去，确实，黑棋想全身而退，一点便宜都不给白棋也很难。嗯，也很难。所以被这个掉的时候呢，我觉得金志熙可能有点头痛了。这个有点头痛了，这个就是别说他实战的态度啊，就是我们站在这里有足够的时间，就是去想怎么应付这手棋，很难想出来。对，而且呢，其实他这边都已经缩了一个，可以说是已经补了一个，他就肯定不肯再补了。是，他想着我都这么多子儿了，一定要反击。所以这就是反击呢，其实这个也不谈不上是反击，这个是也是一种防守，但这种防守呢就非常损控。当这两手棋交换之后呢，范廷钰实际上他不仅力量大啊，他的官子和后半盘的这个收速呢也是实力非常强的。这个时候范廷钰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在这里他有非常好的手段，可以以最好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来收控。嗯，所以后面在这个局部啊，他下的就非常的简单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在这边他最重要的是抢一个先手，然后把这边定型了。对，现在立这个，这个是争先手的态度。如果要是砸丁的话呢，人家虎一下你还得挡，那就变成后手脱先了。黑棋虽然脚上是个打劫活，他接挤一个再长，虎这个这个时候大多数棋手可能会长的话我就活了。对，我这个团先手我再一团就活。其实真这么下的话也没什么不好，然后再走这边真这么下可能也行。范廷钰可能会觉得实战那个下法不让黑棋活棋，更有利于后半盘就是抓住黑棋的这种保卫来占便宜。对，可以控制住他，还让他始终的受这块棋不活，要牵制他，这边就自然而然白棋就成控了。是，这个虎呢还是比较凶狠的一手棋，不给他活棋，跳出来，然后再长。黑棋想尖。这个尖的时候啊。白棋实战下一手棋这个点是非常敏锐，好棋这个地方呢确实是抓住了黑棋形状上的弱点，这个点的黑棋很难过，黑棋现在已经不好走、这个地方黑棋第一感是走、非常想贴出来，对，但是白棋可能就直接就挤断了，估计是不敢贴，挤只有接那一段。对，这样的话下一手这个两点就见合了、确实如果真这么下的话黑棋也是要崩溃，很危险。也是要崩溃，这个黑棋，不敢从这儿贴，就意味着这边的空就都属于白棋了，这个对于黑棋来说也是压力很大的事儿。所以黑棋这一块不活，还是受到牵制，还是挺大的。是被一贴住，我觉得黑棋的出头的方向啊，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这时候呢，其实单就这一个局部的攻防来说呢，双方大概下的也差不多。但是为什么白棋会选择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放他出去也不寻求什么了，就是因为等会儿白棋在这儿看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定型的方法。这时候黑棋还要长，白棋挤一下，那现在这边如果再攻的话很容易就要落后手了。对，这时候不能再攻了，这时候要收兵。其实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这个像金志熙他，我们讲到了这个踩油门和踩刹车的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比喻呢。我记得我2009年在欧洲围棋大会上的时候呢，给欧洲的棋友们做讲解的时候用到过这么一个比喻。他们听得懂吗？我的英语不好，我有翻译啊，翻译的水平非常高，把我这个意思翻译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思维啊都有惯性。当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间让你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转换过来，瞬间的转换是很难的。就跟开车似的，每个人都有叫踩着刹车的时候，你要提前踩啊，你要猛踩让它停的，很危险的事。像金志熙呢，刚才我们说他在进攻的过程中啊，实际上这个进攻的条件已经不成熟了，不能再进攻了，但是呢他的思维惯性上还是在思考如何进攻的过程，
那下到后面呢就很容易吃亏。嗯，那当时我在给这个欧洲的棋友们，我就是用这样一个类似的比喻来讲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开车一直是那个油门踩得很好，前面没有障碍，当前面出现障碍的时候，就是你的允许你高速行驶的条件已经没有了，那这时候必须要踩刹车。嗯，必须要踩刹车。但是呢很多棋友们就是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他分辨能力因为水平的关系呢，他可能分辨能力是有限，就是明明当这个进攻条件不存在了，他可能还是执着的以原有的这种思维惯性的去思考进攻的事情。嗯，这个很危险。但实际上我觉得看范廷钰的棋啊，就是他在这方面调整思路调整状态的这个基础环节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是很冷静的一位棋手，从来或者说几乎我就没见到过他犯什么冒进的这种错误啊。哎，他总是很冷静的等待着对手这个走出一些过分的棋，然后他再抓住。那今天这盘棋呢其实也是他始终就是控制局面控制得非常的好，这地方先交换一手棋放在这儿，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他干嘛呢，然后这边交换几手棋以后局面变小了，我们现在看其实棋盘已经变得很小了，因为黑棋固然是活了，可是白棋也很厚，然后黑棋只有这一块空，后面基本上就没怎么掌握空，白棋再回过头来，现在我们看啊，他这边准备什么手段，翻一个，对，断掉。这个手段要说也是挺简单的，但是呢偏偏就是这种简单的手段啊，对手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只能这么下，一点变化都没有，白棋再吃，黑棋还得提，白棋把这个一提，对，这几手棋简单的交换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点目啊，就发现黑棋的实力上已经产生了这个非常大的差距了。对，因为白棋这块儿就突然间增加了这么多空，太大了。黑棋还是一开始这五十目棋，这边和这边基本上就那几目棋跟没长一样，白棋这边也十几目棋，然后中央的这个后势还在，加目数还在，这边的空等于平白无故摆起来的，而且这个效率是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几乎是没花手数，因为这手棋是和这个交换了，是，然后这个都是花了一手棋，是。哦，刚才我还忘了介绍一点什么呢，就如果这个棋走在大飞为什么不好呢，走在大飞黑棋这个跳一下就是先手了，黑棋这个跳一下先手你必须得硬住，你这个再掉的手段就不存在了。对，这边黑棋跳一个尖冲着都是先手，让黑棋多一个白棋的这个就多一分危险，对，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小飞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这手棋做一个准备工作，他先拳头先收回来，范廷钰他这个拳头先收回来，他是为了下一拳打出去的时候更具力量，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这个小飞看上去怪怪的哈，但实际上他是蕴藏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后招在里面，这也是确实挺让人佩服的一个地方。你想范廷钰他毕竟才16岁多，还是个少年嘛，小孩嘛，其实那他下棋的时候他这个思维的这种成熟度啊，就是比大人比成年棋手是一点都不弱啊，非常的厉害。那这个局部定型完了以后，白棋的实控实际上已经反超黑棋，一开始觉得好像黑棋空很多，但白棋这时候反超黑棋之后呢，全局的厚薄依然是白棋主动，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的这个优势呢已经是比较明朗了。因为黑棋这块棋其实始终到现在仍然是受到白棋的牵制，对，还没活嘛，飞一下挡住，我抢这个了吧，抢这个，然后白棋这时候再追他两下，再攻他两下，那就是说如果不抢的话他怕被白棋加也可以跳也可以，反正这个角守住确实也是全盘目数价值最大的一手棋，对，这样的话这个实控啊黑棋可能就不足了，是，所以拼了命也要拼了命也要抢，但这个抢呢其实多少有点过分，多少有点过分，因为这个被追一下啊，实战黑棋顶挡住，对，实战黑棋在这儿呢他是要做活的，他是要做活的，他这个跳本身已经稍微有点过分了，如果再走被我对，比如说他做活再围一个，对，那这个时候如果真下成这样白棋肯定大胜啊，那这个必须得抢，但由于那个局部本身黑棋是活不了的，所以白棋点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个局部黑棋有点苦，即便是黑棋能够全身而退能够活棋也难免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反正从这边钻好像也没有什么前途，先看看白棋吃不吃。 对他这手团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白棋如果要是真正要点进来吃的话就让白棋先损一些木，也先损一些木，当然白棋这个时候呢刚才说过了，范廷钰也不会那么冒进，他这两手棋的交换呢应该说稍有所得，也算是稍有所得了，
毕竟是外面和里面做了一手机交换啊，这时候再回过头来收控，对，再回头来收，因为本身呢，本身黑棋在走了这手棋之后，这个局部黑棋白棋再跟着围控呢，也意义不是特别大了。而这手棋的这个靠完了以后夹住呢，是十六七目左右的一个超大的一个官子，应该说是很值得下的。嗯，最重要的是这块棋黑棋没活，他也下不来。对，他也下不来。如果只是小尖，我就跳一个，其实对我这块没有任何的损失。正常的话，其实也就是小尖了。嗯，黑棋这个局部没有别的下法，因为你连这个跳都有危险，连这个跳人家在这刺断，周围白棋太厚了，加上这块棋你刚才提到这块棋黑棋还没有活性这么一个因素啊，黑棋在这儿必须得小心翼翼，然后每一手棋都是走得特别的稳健才可以。他实战，非一个，他肯定是觉得这个小尖啊，这样那么稳当的走是不够的，所以说呢，他要拼一下。如果能让白棋这样缩回来的话，这个中间就差了很多目呢。这样的话就存在了逆转的可能了，因为白棋的优势呢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如果他尖你跳在这儿，这个时候白棋确实是优势，大概黑棋盘面稍微好一点。可是这个时候你走在这儿，如果你一缩的话呢，就缩出去很多，这一个局部可能这么一个对对，这个一个贴目可能都不止。我还在思考到底有多少目，这样这以后再被钻一钻，连后保可能都要出问题。嗯嗯，哎，这个时候呢，这盘棋最高潮的地方来了。对，我觉得范廷钰就可以做到，就是该忍耐的时候忍耐，该出击的时候他就会出击。嗯，实际上呢，范廷钰他经常赢棋的一个模式啊，就是前半盘走稳自己的路，不露出什么破绽，然后呢，等到对手失去耐性，等到对手后半盘出现破绽的时候呢，他就一举击溃你。这个实际上是范廷钰他经常用到的一个赢棋的模式。我们看啊，实际上黑棋这手棋显然是过分的，过分的理由我们已经说过了，那怎么去惩罚呢？你看靠断，哎，凶狠，哎，这时候毕竟全局白棋都是很厚的，然后再冲，嗯，断掉嗯，然后黑棋打出来，对，黑棋也只有这么下。不过这样其实看起来就是黑棋比较凶险，嗯，因为一直在强调这块棋没活干净，那如果又瞪出来一块的话，嗯，确实很有问题。我对，实际上黑棋这手棋的贴呢就已经有风险了，白棋已经可以考虑断了，真断了的话黑棋也未必好办。我有可能撑住劫，撑住劫很辛苦。这边是劫吗？对对，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我们看，如果打这个劫啊，打这个劫，他先提，你需要好多个劫才。对，不知道这边的劫才够不够。嗯，确实，真找这个劫的时候，白棋也会有点困难。本来正常的话，白棋应该搬。我们先看白棋最强的搬。提。嗯。吃。再提。这个变化呢，确实还是比较好玩的，比较精彩。然后再冲。嗯，我们摆棋的时候觉得好玩，如果实战真像这样，会是对于对局者来说是非常刺激的。嗯，对他们可不能觉得好玩了。对，再拐，然后再吃。嗯，你说我是粘上还是拐？粘这个确实就是太损了哈。正常来说是拐。拐。正常来说是拐，这样的话可能会损失一枚劫财，然后再拐，再吃。那我现在就一劫、这个、对啊，对，这一劫就够了、这个、对，这样的话确实对于白棋来说还真的是有风险、看上去这个打劫呢，一般来说白棋有那么多劫财，黑棋不太靠谱啊，可是黑棋这确实还是隐藏了很多的劫财、如果白棋一不留神着急去断的话，很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有可能被逆转了。我们看实战呢，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范廷钰是放长线钓大鱼啊，他这个局部没有着急去在这里去断吃黑棋，还是往外长，很冷静，不给黑棋以任何的机会。嗯，虎一个，虎这个，这时候吃呢也是非常冷静的一手棋，依然冷静。嗯，如果你要是着急拐可能有问题，他一挖可能还真的有问题。这边还有好手呢，对，可能会真的有问题，挖你只有吃这个，吃他吃完了以后再反搬出来，这就露出破绽了。嗯，所以实战
冷静的。哎，这首棋呢，用围棋十节来说呢，就是叫攻比固我，攻击对手的时候呢，还顾着点自己的这个薄弱环节。对，不能一味的只进攻，不想着防守。嗯，在场。继续贴出来。哎，这个跳很关键。这时候跳到这儿的时候呢，应该说白棋已经很难了。黑棋已经很难了。啊，对对。白棋基本上已经是不太可能会输掉这盘棋了。黑棋这两块棋基本上要死一块。两块必死一块。嗯，基本上要死一块。而且说实话，黑棋虽然在这儿控破了白棋一些，但是别的局部一旦被白棋稍微搜刮走一点目数啊，黑棋目还是不够啊。正常来说呢，黑棋实战尖一个还是好棋的，这是先手，白棋尖，嗯，对，正常来说，白棋这一飞的时候啊，下一手这个虎和那个点杀呢是见合的，嗯，哎，白棋实战是先搬了一下，对，这搬一下什么意思？我没看懂，反正是，嗯，有可能，嗯，他可能觉得这地方即便让黑棋下也不太好下，也不太好下，反正先搬一下再看啊。这时候这个扳是可以扳的，这个扳不损，那这个点呢不要轻易点进去，对，这个点就损目了。一般来说这个飞了之后那个点杀和这个虎进去呢是见合的，这个黑棋已经两块棋难逃死一块的这么一个厄运了，但是黑棋啊在这儿确实还真的是顽强，也准备了好棋，嗯，黑棋还真的是很顽强，嗯，刺了一个，然后再做活，补回回去，嗯，但是这时候白棋虎这个的时候真的是没看出来黑棋怎么办，对啊，感觉黑棋如果在下边呢是绝对不可能做成两个眼的，对啊，实战呢金志熙确实是一位比较优秀的棋手，也很顽强啊，他能够在这样一个真的大家都已经宣判他死刑的这么一个时刻呢还能挖掘出好棋来也不容易，当然呢他实战挖掘的这个好棋我们过一会儿能看到啊，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好，搬这个，搬这个，嗯，搬这个始终是好棋，然后再冲过来，嗯，冲这个，这个是先手，这个必须得这么下，这个，嗯，这个是实战，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次序，这个可以说是金志熙唯一能够挖掘出来拯救大龙鱼逃生，对，拯救大龙鱼水火之中的这么一条路，但是呢非常的损，非常的损。首先我们看这两手棋和这个交换，下一手白棋可以先提掉了，嗯，这一手棋已经五目棋损出去了，非常恐怖的价格，五目棋。这两手棋搬粘和白棋外面搬虎两手棋呢是里和外的交换，对，其实对于这块棋呢都会有伤害，是先给大家提个醒，有伤害大家想想有什么招，伤害非常大，嗯，当然呢白棋也确实没有办法再强吃黑棋了，吃这个，吃这个，这个时候黑棋白棋只有贴死，对，然后再提，哎，吃这个很冷静，如果你要是想吃到这儿的话呢以后黑棋这个顶是先手，这边有可能关系到眼位，嗯，哎，他这时候吃在里面，这个非常的冷静下来，好，粘上，因为这个时候提先手嘛，他这个粘还是要走，还是如果不走的话呢白棋一退这个局部还是没跑出去，嗯，当然下成这样的话呢因为黑棋在这里已经损了很多，所以白棋也就不准备吃黑棋了，走在这儿的时候黑棋安全了，安全之后呢后面白棋的一手棋非常的关键，如果说先提一个，嗯，先提一个啊，这个先，这个很舒服，先收了，这个一边打将一边就先手收了一个五目棋的关子，也是黑棋在活大龙之中呢付出的一个很惨重的代价，但是后面的白棋一手棋呢应该说胜招啊还是非常的关键，对，就是刚才提醒让大家算的这一块怎么搜刮黑棋，对，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搜刮手段呢黑棋这个活了之后毕竟黑棋还是把你的这个边上的空都破了，黑棋还是有收获的啊，哎，我们看范廷钰这个时候呢决胜的一手，决胜的一手棋，这个加是好棋，这一加黑棋麻烦了，这个这太麻烦了，一般来讲大家肯定想着先挡一个，嗯，这一吃挡吃我就粘上，对，再一飞然后靠一个，嗯，那这个靠也没什么用，其实你可以顶在这儿，可以顶到这儿，你还不如别靠，你就吃吧，你等会儿还能顶这个。但是这个棋呢，整体要死，这一尖，一尖你只能吃这个，这局部已经做不活了，你再走这个，这个局部是黑棋整块棋就死了。如果真这么下的话，整块棋就死了。是不是不交换这个上面也没眼啊？嗯，对，基本上因为交换这个，人家还可以活一半。啊，对。现在如果这个。不交换的话，不交换其实也没事儿。对，黑棋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嗯，
总之这样下的话就不行，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嗯，那这个被夹的时候呢，黑棋也只能壮士断腕啊，再跳这个，断尾求生啊。嗯，再爬回来。不过这个被吃掉以后，全局的目数白棋已经领先非常多了。嗯，先刺一下，粘上，然后十五目那个爬、再把这个爬了。因为这个地方局部黑棋收获毕竟还是有限，白棋在这儿获得一个极大的收获之后呢。这个棋胜负也就没什么悬念了。对，只要是现在白棋只要这块棋活就行了。是吃这个是吧？嗯，这个后面还有几步棋，这个官子，但实际上跟胜负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没有太大关系了。拐了一下，小尖一个，点一下，点一下，他拖一个，拖完了之后是把这个吃了，但这些官子呢都是属于例行官子。黑棋已经属于在整理心情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嗯，刘震老师就会说是整理发型的阶段。嗯，没走，挤一个就已经认输了。最后白棋走到这儿的时候是进制棋就认输了，白中拍胜。好了，我们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那棋牌乐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棋行天下，棋乐无穷。各位棋友，咱们下期再见。